你谁跑得快呗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们给那个都用了，咱还咋抓人？来吧，倒霉蛋儿，看看谁是那个倒霉蛋儿。你怎么出去了呢？我们能互相给经验啊。我们的地雷别着急啊，等他闪现咱们再用地雷，其他的这些水友的地雷随便撇行，省得他一会儿给他放跑了。全军出击，来看看谁是那个倒霉蛋。出去勾引一个呀。没事，我们就一直等，不来人我们就一直等啊，就一直等。来，哎，倒霉蛋儿，哎，倒霉蛋儿，走，撤，兄弟们。哎呦啊，你这个倒霉蛋儿，给我减速，炸他。哎，哎，快！给我撅了，给我打死他！给我放地雷，撇他！你不知道我有兄弟吗？是。接力接力，换人换人，时机到了，他不让你回，你挺猖狂啊。把握时机，完了。哎呦啊，走位不错啊。我就不信今天还一个地雷都撇不着你。我旁边有老头儿，减速他，哎，呵呵，给我折磨他。没想到吧，还有一个老头儿。无所谓了。哎！哎哎哎哎哎！哎！哎！给我折磨他！哎！哎！哎！吧！太惨了。我要写个惨字。回家了。
我们家此时上路的老头好像也被折磨了。来个遗失的章节吧。以后我们互相给经验。减速，兜兜，减速，平 A。哪个赵信来了？减速，哎，减速，来，哎，哦，哈哈，减速，再减速，哎。呀，没有大吗，兄弟？哎呀，借一波有点难受了啊！借一波，借一波，属实是有点难受了。狼了一小波，此时的上下路好像出现了点问题。疾跑一开，减速，哎呦我操，给我大快，哎呀太猛了，星哥减速，哎呦我操，那炸弹不给你炸死了吗？好，哎呀，好痛！但是老头打赵信确实不太好打啊，俺俩互相给经验啊，可以啊，我给上你们。没给上是吗？怎么给完你我升了你没升呢？可以，来 Let's go， 加把劲。往前冲锋，没事，自己给自己啊。救救救救，漂亮，啊，还往前冲，减速，减速，炸弹呢，老头们，给我别动，给我别动，还动，看他怎么动。没事，我给他定住，俺们给他减速。
信哥是真猛啊！一地的雷，我炸！哎呦我！再炸，这个应该是炸死了。玩死一个可以，给经验。来继续啊，老头们。后边有一个，给我干他！哎呦，一排雷！来打我！怎么给俩大呢？给多了，又给一个。给多了，给多了，给自己呀！大招一定得给自己啊！哎，这大赵信的大招太烦人了，其他的都还好。我们只能中推，再推，上路让人推平了。这赵信怎么的？就偷，可恶！也不跟我们正面干一干。这是个 AD 老头啊！上，老头们！一个赵信，咱就玩死他。减速，减速，不用给我大，我有。你看，给我炸死他！妈的，咋这么猛呢？这。完了，下路让人拆没了。没事，俺俩继续拆。没事，兄弟，我给你炸他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我一人放了一个炸弹。还行吧，赶紧回家。哎，这名信哥完了！哎呦我操，这扎着这不没了吗？扎着基本上这就够呛了。关键你性格太长了，先把大天使除了，然后我们得来个法穿了，中推，自己给自己呀！你们如果是给吃了就完了，不要给吃了，自己就给自己，别给别人，给别人就给多了。我们 AD 老头，我们家的 AD 老头狗屁用没有啊！
给人刮痧吧。走 ，Let's go。他们家还剩四个赵信，也就是说只有三个赵信在守家。完了，老头死一个。先开大。我炸死他，快跑，给他减速。哎呀，溜了。哎，这咋遇着的呀？进，俺们老头打不过赵信。那赵信的大招太赖了，炸死他！哎呦我！差点死个老头，先来一个法穿。这边三个智慧默印，给个经验。哎呦我操！真残忍，伙计，你看着没？这炸弹打不掉血，这大招太他妈赖了，这只能跑。还好赵信的大招对队友没用，对队友要是有用的话，我们就完了，更完了。就剩两个赵信了，就剩他最后两个了。哪个塔又掉了？先来个法穿棒，差个猫子。哎，我发现出右行啊，这老头出右的这个老头挺狠，换装备了兄弟呀、啊！你上去自爆。你是不想活了？我一看呢，你敢进我们老头人群之中？哎呦我操！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呗。俺们杀的一个赵信都这么费劲吗？啊，五个人打一个打不死，他太猛了他。这是三项智慧默印大影魔刀啊！确实有点被扛他了。哎呀！
自爆的，旁边有自爆老头还可以啊。行，他走不了了。哎，感觉有戏啊，这老头上自爆行啊，自爆卡车有戏啊。真他妈的猛啊，有个老头死了，我加速减速，我撇他地雷减速，漂亮，还有个偷塔的，炸死他，漂亮，但我估计等他们那个魔抗起来也很难打。给你点经验，来，马上升个18。升级挺快呀，来个猫子，700法强，又他妈偷。没事，我有大，我们已经unstoppable了。来个美甲窃魂卷吧，水龙没了，那就是龙魂没了，那我们永远也出不去门啊，我感觉出不了门怎么办啊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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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试一波试一波，来，我们蒙起来了啊，蒙起来，前面有个自爆卡车，让他去送，我们在后边虚区，兄弟们，我们家这个自爆老头一会儿赵信五个人冲上来给自己啊，别给虫了，让他送让他送，没事，让他偷，他没兵线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减速，哎呦我操，这个肉啊，给自己给自己，往地下撇雷，哎，有戏，哎，拿下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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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推，推不过俺们，没小兵了吗？小兵呢？完了，死了，自爆卡车。不行啊，这必须得推，不推没戏了，先减速，先把他杀了，漂亮，再来，啊啊，靠，他奶奶的，让他给他推掉了，没推过他。